看到别的鼠都有蟹钳翅，而且吃得特别香香，这不马上给我家鼠鼠安排上了吗？你们看看这个大蟹钳，真的好多肉肉，给洗干净蒸一蒸，蒸好为了更好的磨牙齿，再给它摆起来烘干个8小时，这么多蟹钳够仔仔们饱餐一顿了。蟹钳的寓意真的特别好呢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马上有钱，而且是抓都抓不完的钱钱，可以给鼠鼠们分餐啦。拿出我的小盘子们，过完年回来我还得换好多新盘盘。你们看，烘干8个小时，蟹钳真的有一股烘干后的甘甜味，每一个鼠鼠都分上一个，别小瞧了这么一个腿，够仔仔们快乐一整天的嘞。来点高蛋白的水煮蛋白，这个水煮蛋白真的好有营养，仔仔不长肉的话直接吃蛋白，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呢。草莓最近降价了，给仔买几个吃，红彤彤的做个点缀也不错的，怕吃多了拉稀就放了一点点，如果家里没开空调或者没有暖气的话，真心不建议冬天给仔吃水果，冬天仔仔拉稀可难治了。最后来点欧芹藜麦碎碎，给仔仔补充一些其他方面的营养，简简单单的一顿蟹钳大餐就做好了。你们替仔仔看看是不是很有食欲，而且颜值也是非常在线的嘞。先给咱们的小馋鬼尝一尝，啧，还有脾气了，你们看看这吃的不是挺香的吗？拜拜，下期见啦。